原标题，毛主席麾下的五大虎将，个个都骁勇善战在历史书中。很多文章都提到蒋介石的刘氏、顾祖同、蒋鼎文、陈诚、卫立煌，他们古人能征善战，屡屡被重用。蒋介石依靠这些虎将，不仅打败了各路军阀，而且还一定程度上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。虽然有些历史学家把蒋介石的这个五位将军称为虎将，但是有点名不副实。在解放战争中，被毛泽东麾下的五大虎将打得落花流水。五虎将不是国民党专有，共产党也有五大虎将：彭德怀、林彪、刘伯承、粟裕、徐向前。彭德怀是湖南湘潭人，在湘军当上团长之后，看不惯军阀作风，在1928年领导了平江起义，是红五军的创始人之一。赫赫有名的38集团军就是在红五军的基础发展而来的。彭德怀一生打过很大打仗、硬仗，是我军重要的领导人之一。百团大战、朝鲜战争是彭德怀军事生涯的两大亮点。毛泽东这样评价他的爱将：山高路远坑深，大军纵横驰奔，谁敢横刀低马，为我彭大将军。看见彭德怀是毛主席最得力的战将之一。林彪21岁当上红四团团长，23岁当上红四军军长，25岁当上红一军军团长。他是唯一一个与彭德怀齐名的毛泽东虎将。林彪善于打硬仗，巧战、平型关战役、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使得林彪都上人生的巅峰。他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，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。可惜后来走了弯路，但是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凭借他的军事才能，绝对能够成为五虎将之一。刘伯承是川中名将，一次战争负伤，不用麻醉被割了27刀，这种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，他可以轻松面对，从此被人誉为军神。南昌起义、千里跃进大别山、淮海战役是刘伯承军事的顶峰。解放战争结束后，担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，为我国军事写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。粟裕粟北大捷、鲁南大捷、鲁中大捷、孟良崮战役这些漂亮的歼灭战都是由粟裕指挥的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中央就明确指出战役多有粟裕指挥，看见他的指挥才能不会吹的。淮海战役虽然都是由刘邓领导，但是战场具体指挥的确实粟裕一人。虽然粟裕没有被授予元帅，但是依靠他的辉煌的军事生涯相比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徐向前可能与前四位相比名字不过响亮，但是徐向前也是解放军的元老级别，曾经担任红军人数最多部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，指挥过解放战争时期最惨烈的太原战役。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，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